有点累了吗？那就在这里休息吧，我去为你沏茶。要全糖、半糖还是无糖？需要帮忙，应该赶得上。这种感觉跟得上我吗？应该赶得上，应该赶得上。还有人需要帮忙，应该赶得上。两位就是来自盗宝团的朋友吗？我明明已经在密信中说自己会乔装，也请两位尽情乔装。而今这位朋友却以本来面目现身，实在坦荡，在下佩服。我们和你这种藏头露尾的人不一样，我们可没有做过不戴上面具就不敢出现的亏心事啊。喂，你们不是盗宝团的人，你们是什么人？
有人需要帮忙，应该赶得上。晚招，晚招。不招的话，就尝尝我。哎，招得这么快吗？其实我是向往盗宝团威名的新手盗贼。新手盗贼？像我这样初出茅庐又孤身一人的新手，盗宝团就是我心中的圣地。等一下。所以我想要干出一桩大买卖，去那投名状。等一下，完全搞不明白。这和我想象的凶残又邪恶的纵火黑手完全不一样。纵火？什么纵火？你一直在易燃物堆放的地方晃荡，难道不是为了纵火吗？啊，你说那里啊，我只是在那里踩点。我的计划和那些建筑材料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？我是为了偷走那块20年一遇的巨大浮生石。我的计划是趁着夜色砍断一半锁链，就这样让它往海的方向飘。哦，再想办法让它沉到云来海的浅水湾里，这样就是完美犯罪了。不完美的地方太多了，比如你要怎么把浮空的浮生石沉到水里啊？哎，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一直没动手嘛。这人真的脑子不清楚啊。好了，给他一个教训吧。那么我们去和夜叉小哥复命吧。原来事情是这样，人类的行为总是愚蠢的如此随机。好了，你们把我喊到能看见明霄灯的地方来，
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明明海灯节纪念的英雄里也包括你，为什么你却不想去看灯呢？我无法靠近人群，那些无忧无虑的人，苦行与杀戮的日子我已经过得太久。这个话题就到这里吧，再见了。不过如果你在里月遇到了鬼神之难，就直呼我名吧。不论是你还是里月，所有的灯火，所有祈求平安的愿望，我都已经听到了。出现在你的身边。